原标题回首二战中美战斗友谊，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来自德克萨斯州斯图克顿的上校杰斯·威廉姆斯 Jesse Williams 与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中国空军分队作战部部长蒋 YF 枪金义中校。威廉姆斯中校在中国战场已有多年作战经验，来自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空军情报科，来自第十四航空队的埃德加·伊格伦准将和第五军参谋长林威，来自佛罗里达州坦帕市2633日落大道的艾尔斯·普林格 ALSPRINGER 上校，是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总部作战部军官，他正和中国空军分队指挥官在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总部进行商谈，双方讨论的主题是日军在作战中暴露出的问题及对日本空军的作战方案。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维伯斯特大街3532号的克拉伦斯·皮卡尔伯特上校，在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空军器材供应科服役，同时他也是中国空军勤务司令部指挥官。照片中他和中国空军参谋长沈 Y.S. 金义上校谈笑风生。美军教官霍尔曼中尉正在向中国学员讲解 B-25 轰炸机的飞行动作。在印度利多皮克将军的司令部，中国部队新义军军长孙立人中将与前方第三后勤地带基地区指挥官刘易斯皮克准将张 T.F. 枪金义少尉此刻不当班，他正与中美混合联队的斯特里克兰上校进行交谈。张到目前为止已经击落了三架日军战机，其中两架是轰炸机，还有一架零式战机。中国空军司令周志柔将军和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少将，最近他们在第十四航空队总部探讨了进行联合作战应对日军的行动计划。中国战场老兵喜相逢。图为来自加州旧金山市维伯斯特大街3532号的克拉伦斯·皮卡尔伯特 ENCEPTALBOT 上校和中国空军指挥官也 YT 金义上校在第十四航空队基地会面。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国抗战历史影像全集，化学工业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气管努学社翻译编辑张景严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